这是灵宝阁的钥匙，它可以打开所有宝库。以后就都是你的了。大木头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些东西你不用给我，你不会死的。我已经问过商榷了，双眼钉只是疼痛。你冷静一点，本座是有话要跟你讲。正好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那本座先说。不行，我的比较重要，我先说。你说的不可能有本座说的更重要。这是我亲手编的，东方青苍，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成亲，做我的丈夫？我保证，我会好好对你的，这一辈子，我只会喜欢你一个人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离不弃。你不愿意吗？兄尊，你不能娶她。堂堂岳尊的妻子，苍岩海的岳主，怎能是个仙族女子？既然训风阻止不了兄尊，那始祖野女呢？